富华妇联亲子探索馆25日下午在妇联大厦5楼揭幕，中联办副主任严直善、妇联总会会长贺定一共同主持揭牌仪式，多位主礼嘉宾出席并参与剪彩仪式。探索馆总建筑面积约13000尺，贺定一致辞时表示，探索馆是本澳首间培育儿童生涯探索的室内场所。我们是本会开设的孵化妇联亲子探索馆，即是本澳首间培育儿童生涯探索的室内场所，亦是丰富本会服务广大家庭的重要内容，同时亦都是对于增加本澳儿童场所的设施，配合特区政府施政方针，为特区培养儿童成长发展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。现时本馆的总面积是达到13000尺，每日可为约900名儿童及家长提供服务。探索馆分为两大区块，其中儿童友好城市以不同的职业道具配合模拟真实场景，让小朋友可以体验各项职业的乐趣。另一个区块的绿油油天地，以发展儿童感官及创意为主，设有小型攀爬场、树形滑梯、绘画场、 Messy Play 互造猫空间，以及全澳首度引入的木粒沙池。探索馆于10月1日正式营运，分为3个活动时段，每时段最高可容纳300人，服务对象面向12岁或以下的儿童及亲子家庭，接受个人、学校及社团机构预约服务。有兴趣的观众朋友，记得留意妇联网页及 Facebook 专页的预约资讯啦。